愿生命成乐音，永远歌唱神口音，歌声乐声至高天，甚至多天光已近。好山啊，哈利路亚，愿上自己更真心。各位生命乐音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辉。今天呢，我就很高兴请到一位音乐人上来，他的名字叫做 Alice， 不如等他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叫 Alice。 你中文名叫什么名字？中文名叫做郭郑雅丽。哦，你可不可以讲一下呢，你是怎样回到教会的？你以前是哦，因为呢我在中学的时期呢，就香港有一个邻居，他呢就做了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呢就时时都跟我们讲，我们觉得很好奇。虽然我小学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去一些教会的学校听到关于耶稣的故事，但是就好像古仔咁。跟我一间小学的好像是不是？是啊，彩虹村叫什么名字？彩虹村叫做基华小学。啊咁咧就當中都有好多又唱聖詩啊，又有詩詩，有講故仔噶。咁但係嗰時就即係唔喺心裏邊，即係只係覺得啊有啲故仔咁樣。啊，咁後屘你又翻咗教會咯喎。係後來咧，我就其實都未之前咧，我就已經成日問好多問題嘅，就好想去問明白一下點解呢個人會突然間會信咗耶穌咧咁樣。咁問咗半年啊，差唔多問題，關於聖經裏邊嘅真實性啊，點解啲預言係點樣啊？咁究竟耶穌係一個咩嘅人啊？咁好好奇之後咧，就翻咗教會啦。哦，嚇！咁後屘你係咪喺啲團契啊，或者喺啲報道會嗰度信耶穌咧？咁後來就喺啲教會之後咧，就有一啲嘅查經班咧。哦，咁嚇，咁啊慢慢就真係去研究，咁去睇下，即係究竟耶穌係咪真係？是不是有些是痴線的，因為他真的是神呢？因為騙人呢，就是，但是最終那個的看到這麼多的裡面所說的呢，真的覺得他真的是神，所以那時呢就是很簡單的就信了耶穌這樣。哦，這樣。啊，但是你後來喂，聽說你以前讀小學的時候已經很威水了，經常都考第一個是吧？哦，小学嗰阵时即系唔系咁多人啦吓，咁系嗰阵时咧就系考第一嘅，但系吓咁，但系去咗中学之后咧，就因为好多人都好叻，多数人都以前都系考第一噶啦，咁所以咧亦都系普普通通啫。咁啊，嗰阵时都唔系小人噶，我都一齐喺间校读嘅，不过我就成日都考第尾咁滞，好似有啲人就早啲叻啲，有啲人就迟啲叻，咁啊，所以吓系咧。咁你真系早一自细都叻噶啦嘛，你系嘛？我记得你以前咧唔系净。好似話香港咧，我記得好似以前好多年前咧，其實咧就嗰啲讀中學咧就係要俾錢嘅喎，係咪啊？好似係啊嚇，但係有即係我哋咧，我就即係好好彩咧，就攞到五年免費啦，叫做咁就係即係考升中試嘅時候咧，就考得好啲，咁啊變咗係有呢個獎學金嘅。嗰陣時好似我記得咧，就好似報紙都有賣你個名嘅喎，唔知係頭嗰唔知一百名啲咩香港考係一百幾名嘅，就唔使讀唔使錢讀書可以讀入去伊利濕伯中學讀。嗰陣時你第一志願嚟嘅係咪啊？是啊是啊，咁因为喺九龙咧，咁就系呢一间学校比较出名啲，咁所以嗰阵时都唔识清楚好多嘢嘅，咁就系呢个就系我第一个志愿，咁都系好感恩啦。光照遍天下。
逍遥，照遍世界不止息，永恒里每分每秒，从日落到破晓，赞美创世的奥妙，光照遍天下不止息，永照。因为呢有一样、特别的就是我中学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挺好的合唱团、啊、那当时我也是已经参加了，那就是唱女低音，那变了呢对于音乐方面呢、当时也有很多的、训练、啊、这样，那我就很喜欢唱歌和、啊、唱诗班这样，后来呢在教会呢也参加了青年诗班，所以呢就是变了呢、就一直是啦，一直呢就是有这个音乐的根底呢就容易很多啦。啊，非常之感谢神。是啦，这首歌其实我写的那就是那些中文的歌词，那是一首很古旧的圣诗来的。我认识了你很久了，我好像一擘大眼就认识你了，好像是啊是啊。你是不是觉得很闷呢，对了我这么多年。都不是啊，而家都唔系成日见到你噶啦，细个嗰时成日见到你系。咁其实咧，呢佢系我家姐嚟嘅。咁我谂而家就系大家会知道啊。咁我都好多谢佢，即系好多年来咧照顾我，就即系我嚟到美国啊，咁佢都好照顾我，即系等我能够即系佢嚟咗美国先嘅。心底里惆怅迷惘，只感觉寒冷荒凉，怎可以寻回乐畅，时时乐畅地久天长，不畏惧惆怅迷惘，主让我寻回路向，心中得释放，愿我学似主的模样，天天都能和唱。真神大爱应传扬，真神大爱当称扬，盼光照路途上，黑暗中照亮，时时共弹唱。真神大爱应传扬，真神大爱当称扬，盼光照路途上，黑暗中照亮，一起再和唱。得时要颂扬，失时亦颂扬，境况如何也要颂扬，无论任何境况都能歌唱，早晨传扬，晚亦颂扬，时时颂扬同歌唱，心中乐唱。心底里惆怅迷惘，只感觉寒冷荒凉，怎可以寻回乐唱，时时乐唱地久天长，不畏惧惆怅迷惘，主让我寻回路向，心中得释放，愿我学似主的模样，天天都能歌唱。我妈妈因为在香港，所以我们都很挂着她，就是这首歌呢录了之后就寄了给妈妈。但是呢因为我讲嘢把声同埋唱歌把声就唔系一样嘅，咁我妈又唔认得我把声喎，咁佢呢就话咦呢部系咪你嚟㗎，真系我系呀、啊、真系我唱㗎，咁呢咁佢先就哦系你呀、啊、咁
咁另外咧，我都系多谢神嘅，就系、是、咧，我哋咧都为我爸爸妈妈祈祷咗成三十多年，佢先至信耶稣嘅。咁所以而家就系都有个星期都有去教会，我哋都系为呢件事好感恩啦。非常之感恩，非常之感恩。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人绝不会在黑暗里行走，却要得到生命的光。常人一生千般凄楚，要历遍万重浪，问那天可走得心里波浪，面对秋雨风吹更凉，
于对言亮，多于言亮，藉住光的光辉普照，带领一生的方向，藉住光身心欢畅，藉住光一病当中感到凄怆，唯愿永远无恙，望我主恩保守心灵安康，让救主他引领方向，奔跑冷冬与路上，伴我孤单的黑夜向前望，前望，藉住光的光辉普照，带领一生的方向，藉住光身心欢畅，藉住光常人一生千般凄楚，要历遍万重浪，问那天可走得心灵安康，面对秋天风吹更凉，奔跑冷天黑路上，在这孤单的黑夜多燃亮，藉住光的光辉普照，带领一生的方向，藉住光身心欢畅，藉住光准备个 farewell。你有冇听过呢首歌？有有，呢首歌好出名噶，好出名噶，好多年前好少听噶，而家系而家少啲，不过就以前我好成日听到呢首歌咧，唔系好多人唱嘅，因为呢首歌咧，我哋叫做 off beat 啊，即系话咧，佢嗰啲拍子好古怪嘅，系咪？系啊系啊吓，因为佢咧，比如重嗰阵时就未必出嚟嘅，即系尤其是第一拍咧，咁啊通常我哋呢首歌四拍四啊，就系第一拍同埋第三拍系重咁，但系佢呢个 off beat 即系话第一拍就 boom 咁你先入嘅。斜阳红霞夜美，只见天空海阔任鸟飞，云霞便便陪伴你，一起呼吸新鲜的空气，仿佛浮云传递每日伴你，海角天边星海高飞，主恩常常回味，万物尽善尽美，与你一起高歌赞美。斜阳红霞艳美，只见天空海阔任鸟飞，云霞绵绵陪伴你，一起呼吸新鲜的空气，仿佛浮云传递每日伴你，海角天边星海高飞，主恩常常回味，万物尽善尽美，与你一起高歌赞美。诗篇第八篇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仿佛浮云传递每日伴你，海角天边星海高飞，主恩常常回味，万物尽善尽美，与你一起高歌赞美。斜阳红霞夜美，只见天空海阔任鸟飞，
温馨，绵绵陪伴你，一起呼吸新鲜的空气，仿佛浮云传递，每日伴你。海角天变成海高飞，主人常常回味，万物尽善尽美，与你一起高歌赞美。若果你想重温这个节目，请到我们的网站，你还可以看到影像和卡拉 OK。我们的网站是 faisoft.com, faisoft.com。生命乐音点唱和留言，请打电话 714-386-9812,714-386-9812。每一个星期六晚，我们都会在这里带给大家生命乐音。